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沐浴润的这个多功能神奇泡泡刷鞋剂哈，这个为了找到我们家最脏最脏的鞋，哎，俺爸正好在这干活呢，看他的鞋咋样？爸，看你的鞋脏不脏？鞋脏不脏？看他这是工作鞋哈，非常非常的脏。来吧，我今天给你服务一下，给你擦鞋。要是能擦干净的话，我都去摆摊儿了。来试试效果。我叫你给我擦多少鞋？我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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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个是俺爸就是干活时候经常穿的鞋啊，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怎么用，就是这种晃一晃，然后开始往上呲，把它呲满，泡沫的泡，泡沫的，然后用我们那个送的小刷子，咱俺爸，啊，还没享受过嘞，我都给你刷的干干净净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再用咱这个。这个抹布不是送了哈，就是咱送的油，但是我这个送的找不着了，就用咱家里边一个抹布在那一擦。耶耶耶，怎么了？比我发抖的会都还干净呢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姐妹们，你们看一下效果，明显不明显？你就看这效果，就随便一挠，看怎么样？来，两只鼻子知道了，两只鞋都上对比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明显不明显，姐妹们？而且是非常快，就是几下子就是把这个都给刷干净了。里边湿了没？没有，没有干净的湿吧？没有啊，不湿。而且还有这个香味儿，姐妹们，现在哈，就这个刷鞋的啊，我都准备去摆摊儿的。你们要想摆摊儿的话也可以哈、啊，感觉这个超级超级好用。到平时啊，我们穿这个小白鞋，然后有时候家里边那种鞋，有时候即使要出门，然后没办法去刷，而且刷了之后，有时候可能会好长时间还不干，就买这个就行了哈。现在19块就给大家发两瓶，每一瓶全部都是这种650毫升的哈。你看它这个售价就特别高啊。然后咱们是19块就发两瓶，然后还送的东西，我就给大家说说，因为我找不到了。一个鞋油，送一个刷子，送一个手套，再送一个抹布，再加上点凉皮儿，总共是6件套。所以说你买回家之后，你就是这一瓶哈，姐妹们能刷40双哈，所以说你就放心去刷就好了。来吧，我把你剩下一只也给你刷刷。